再给他做个凉拌凉菜，家庭做这个也简单。来俺带个开的火个旧的这个东西好啊，要脆脆的，尝个这脆脆的。这是看个臭要豆笋，色泽微美，你讲啥感觉都有。再把凉菜先切成薄厚均匀一片，也不要太厚的，切薄薄的。给这里倒点白醋，对，这你把凉菜放里头，就不氧化了。这么发狠，九月份的凉菜好吃。这是凉菜切好，泡一下，熬粉的那粉冲净，切个红萝卜。配菜就不要太多，料酒切个红椒就够了。非得看着还是造凉菜，把凉菜一造，切点白醋，其他都是白盐。不盖锅盖，锅一开就对了，大概盖锅就是一分钟一下。锅一开就烧了，凉菜这本身这烫就烫熟了，凉菜这冰倒以后，这还是把这沸控制对了，配菜倒了也挺照个对了，还是在这把料一下，主要就是蒜，把蒜多拿一下，拿点葱，拿点生姜，黄辣椒子就对了，倒一点醋，把这个都泼不出来，就是我意思，配菜咱放到里头。把油大概要烧个温度要烧稍微高一点，不能把辣子可不能把辣椒子泼出，涮上泼上去，这就可以放点盐，这拿醋一挤，醋跟糖出头呢，来点味精，对，再接点香油就对了。凉菜这就是选就选最好选个凉头。切丝放上白醋，这不氧化，你再搁它的凉菜就是白的脆的，这就可以成盘了。啊，这是做个凉拌凉菜，这是好的，脆脆的，酸甜的。